今天要洗这个东方快车的1991年的卡带啊，看全部都是那个发霉的白霉了，所以啊要跟它洗一下。然后现在啊，由于日本已经没有再出口那个卡带的洗的药水啊，只有这个电脑荧光屏的洗涤药水啊，要买越浅薄的越好，太强的药水是会把那个ribbon 给洗坏掉的。就拿这种六字形的那个螺丝配啊，拿其中一个来跟它洗一下，不是洗一下，把它拆开来。现在索尼去年有出产一个卡带跟 CD 的一个收音机啊，139块，不知道要不要买。然后用这种药水啊，这种电脑荧光屏的这种 CD 药水也有分很多种，买那个最稀薄的来洗。然后不要这样喷哦，不要这样喷啊，因为你不懂那个卡带它已经是多么，最好是用一根那个用这个 cotton bud 啊，沾一点这样。你看它连它的黑子啊，因为这个是1991年买的卡带啊，就有将近26年了，它这里也是白掉了，全部都是发霉的。你看，这个是那个纸的颜色啦 ，OK。所以洗的时候啊，就这样。好像会把它的那个卡带的颜色也给洗掉，你看，泵是不是太强哎？
因为当年索尼有出很多那个metal 的 material 的那个，那个就比较贵，那个在哪里啊？没事啊。那当年索尼出这种卡带啊，这个，它这个是用 metal 做的，它就比较好的质地，它是不会发霉的嘞。它的 deck 这里右边有写了，它是那个 metal bias 70的 metal 的质地做的，它不会发霉，而且它的音质没有变。所以现在只是需要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因为当年他们80年代生产很多这种卡带，这个就比较贵啦。这个，你走开啦！哎呀，这个当年是比较贵的，这个是好像是9块多还是10多块一卷是吗？然后它有比较便宜的这种，它有出这个 HF 的这个比较便宜的，这个便宜的它这个才好像是5块钱一卷而已。然后 TDK 他们也有出了 TDK 它也是有出。就是这种没得了的，当年日本他们有出那个 mini disc 我没有买啦，连他们是这样的小型的这个，那个雪兰黛他有出这个很小，这小型的 CD 啊，很小而已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样小小卷的，这张是也是反面五大会啊。这卷是它这样小而已。它当年那个 mini disc 也是这样小而已。可是这个这样小的这个 CD 也是可以在普通的那个 CD player 的，它里面只收录2首歌曲而已。连这卷是也是一样。1991年，华纳唱片，出版的，华纳唱片发行的，这个，那当然是在那个新加坡 Clarke Quay 的那个克拉码头的日本大马路 shopping mall 买的，继续洗卡带比较好。要洗卡带的时候，不然就用那个，这个 Samsung
Samsung 手机哦，来听东方快车了。杨平安好像有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是吗？还是已经过了？这首啊，当年就是他这卷卡带的主打歌就是这首。风轻着敲呀敲，自己难得唱呀唱。我要卡带啊，所以不能唱了。有没有什么人在等？哦，这个日子是改装，当作是我们的爱情。我怀疑这个药水有点太强了，他把他的卡带的颜色也洗掉了。我看暂时不要洗线了，我去买比较薄的药水来洗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 cotton bud 的头，他把他的那个 ribbon 的颜色也洗掉了，太强了。倒好了这个 ，OK， 不是不倒好，他不是拿来洗卡带的，他是拿来洗电脑荧光屏的。所以我暂时只是拿来代替用一下 ，OK。